遵守擂台，把我的族也卖给别人，让我跳脱义务。你去诱拐别的男人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养我，不把我留下来？刀子，今天已经不重要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婷婷，走。姐，不要走，姐，不要走。嘉晓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从小我就很听你的话，你说做人要知恩图报，要感恩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姐付出了那么多，你竟然这样对姐。嘉晓，你不要这样。本来还想全家团圆，可是看到你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失望，很伤心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养你了。姐，我们走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啊，对，来，婷婷，姐姐会养你一辈子，我们走。大家走，就这样走了，家走，你就看你的爸爸在这边啊。我们回家吧。我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，他竟然这样子对我，你怎么也是这样对我，他对吗？我们看他这种结局哦，觉得真的很伤心哦。但世事永远是难料了，世间也本来就这么的无常当中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嘉秀，到底要给嘉秀怎么样的建议呢？我蛮担心嘉秀会带他的女儿去死。对，那我要先说，嘉秀，你跟大人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伤害或是剥夺子女往下活的权利，我也很怕你个人去死。看看你自己6岁就死了爸爸，你的爸爸死了之后留下来这么多的问题，所以死真的不会一了百了。看到嘉秀这个处境，我有两个心情。第一个心情，我觉得最毒妇人心啊，我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。而且你看那个嘉秀的养母是为了报复，然后害着他的一生，然后有这么多的不甘心，很同情他。那另外一种心情，我是觉得天下父母心，现在嘉秀自己也当了别人的妈妈，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自己也很清楚，不想要过的生活，你不应该给下一代造成一样的这个结果。加油，好好的教育下一代。好，我想嘉秀现在目前遇到的苦痛，就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哦，一起全家在一起，现在很难达到这样子。那或许在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，那嘉秀现在如果能沟通的成功的话，或许你有两个家，只要好好的珍惜的话，这边不论是生母或是养母的话，只要你用点心，把过去我们前面都要讲说，过去就已经成记忆的灰烬，未来是能不能投射出来假象，当下要把握住。这个时候好好的回想一下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个家细心在一起的话，那其实爱出现的话，一切都可以完成了。今天谢谢你收看我们分手擂台，谢谢你收看，谢谢如中，谢谢。分手擂台乃为类戏剧节目，纯属模拟演出。旨在劝人为善，心存正念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思维警惕世人。